Bronya， 抵达战场，提前搞定他们。如果我也成为绿者，会是侦查单元的状态，行动开始。Bronya， 抵达战场，提前搞定他们。你不必跟随任何人。火了吗？艾莉西亚给我的那枚徽章颇为相似的感觉。前行的道路，一拳搞定他们。你现在所拥有的世界千载，一拳搞定。旅途漫漫，但你绝非孤身一人。
一战是我们共同的胜利。也在期待和我相遇。艾莉西亚的贴心，一拳搞定他们。继续绿蛇，他究竟是什么人？不够，还不够，哪怕只剩一息尚存，这场战斗也绝不会结束。绿蛇，你的力量就只有这种程度吗？拿出你真正的本事，让我知道你有被我殴杀的资格。没错，绿哲，如同你在其他地方所做的一样，把这片纷争的乐土化作真正的地狱。我得保存体力才行，这家伙很强。行动开始，充能完毕。绿船长，为什么还在迟疑？绿哲，让你真正的疯狂，用你的全能征服这片战场。这些崩坏兽的反应不正常，他们不是冲我来的。行动。那又如何，绿者？这是无尽的战场，这是熬灭的路途，不必分辨正义与否，你只需要宣泄心中的怒火，斩断一切，杀尽一切，将一切都燃烧殆尽。你的小把戏结束了，要动手的话，那就来吧。行动开始。Bronya 抵达战场。立场展开。我不想让你走上和我们完。
一拳搞定他们。哼，力拳打开，自由飘飘，力拳打开，力拳打开。是这些刻印指引我们走到如今。我能给你的帮助有限。看清敌人的破绽。你的起点远胜于我。看你的表情，你一定已经见过千劫了。